你认识小微笑吗？不是你，不认识啊？你认识吗？操，我也不认识啊。那行，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？我们好像换队长，你们换队长了吗？欧托不玩了吗？我们他妈打着打着队长没了，换了一个，换了一个，换了一个队长跟我们玩。欧托直播被封了七天，兄弟，我听说。真的吗？对，香锅被封了两天。为什么？打架了？他俩骂的太狠了，素质有点低了，素质有点低了。对，素质有点低了。是谁的队啊？我的队啊，我的队啊。啊，你的队啊。我的队友。对对，我的队。啊，你的队。打着队长没了，打着打着队长没了。啊，我懂了，他们。O2 那个队是麻辣香锅和 O2 是吵架了，骂的有点厉害是吧？骂的是相当厉害，骂的是互相的骂嘛，就是骂的，是的，应该是吧？应该是吧？是，有点厉害啊，好久没听过这种骂的，感觉十年不是十年，七八年前。打排位的时候有人这样骂我呀，不是之前是感觉是随便骂的，玩排位就这个就是我，就80%是骂的，我说是吵架的时候，吵架的时候一般是都骂的，之前是。